好，丧礼开始，那请主灵人，啊，请殿中的祭祀者。每一颗虔诚、顺服之心，一起来拥抱。阿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开始唱诗，唱诗，赞美诗在于接表唱的301首。那请全体起立。
跟慧美姐妹按着你的旨意从命定的日子来结束他的人生。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就犹如早晨发芽生长的草，看起来早上茂盛，晚些夜里就凋零枯干。可是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应相信你，归入你的名下，而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奇异恩典。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容貌，他所做的一切功，我们都记在心上。我相信更记在按你的旨意在他的账上，按着他所做的一切来施恩祝福。那恳求主耶稣也带领我们今天这一场的丧礼，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我们恳求您的帮助，让这样的工作能够进行的顺利。让我们更感谢您感动亲朋好友、弟兄姐妹前来关怀，和夜宴结束，按照我们所付出的来施恩祝福。我们在丧礼之前将向您恳求，愿您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门。会众起坐，共读圣经。啊，请安装安这个指示。奉主耶稣圣名，共读圣经。传道书八章八节：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传道书七章一到四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朝上的家去强如往烟的家去，因为此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诗篇九十篇十节：我们一生的年纪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传言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即使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也是一片云雾，出现照时就不见。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你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奉主完毕，阿门。正道，我们请陈建光讲道。奉主耶稣圣名，用圣经的话理解的来分享，让我们得到安慰还有激励。首先我们感谢我们天上的神，在我们所排定的日期当中能够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也让我们照着教会所既定的工作行程，为我们弟兄姐妹来做追思的机会。那我们也感谢来参加的会众，不单是今天来参加告别式的，从我们得知同学们以盟主登召之后，陆陆续续的在教会在他的家来做一个关心，来做一个聚会，也愿主能够纪念，因为你们的到来就好像
像神所派遣的天使一样，带着关怀，带着安慰。相信这对我们商家来说，都是一个安慰，都是一个鼓励，令我们能够纪念。在我们圣经当中，我们能够去看到神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语，给我们对人生的一个仪式，会能够得到一个安慰，还有一个思考。在诗篇116篇15节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们人都会有历史，可是在人的死的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在主里的人，他的仪式却是蒙神所看重的，因为他习了世上的劳苦，即将要进入到乐园等候末后的审判，一起能够进入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国。因此当我们在看圣经的当中，直到今天我们亲人的一个仪式，我们是在被保守在主的爱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就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那也借着这个人的仪式的当中，其实也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在腓立比书4章8节讲到，我还有位末尽的话，就是凡是真实可敬公义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得到美名，能够被很多的人肯定，在他的后面有着他的一个付出。小弟在这里服侍的3年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夫妻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服侍，其实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服侍其实是每一个人应该要去做的，因为在教会的工作，我们都是有着责任，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好像在服侍的工作当中，好像都是某某人、某某人在服侍。有时候其实自己心里要去思考的是，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的美名，他们是愿意的付出。我相信大家，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子愿意的来付出，愿意的抓住机会，我们都能够得到神的一个称许。他们夫妻真的很不错，看到林姐妹这样子的仪式，就是心中也是很欢喜。那当然，在一个告别式当中，我们虽然说为林姐妹来办告别式，其实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一个认知，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告别式的当中，其实以田姐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她也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办呢？其实不是为她，我们是为众人，为家属。借着这样的告别式的当中，借着圣经里面所教导给我们的，让我们去思考。在父母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知识也用传道书7章2节讲的，往遭上的家去，强如往炎热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节节，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当然我们到这个
交上的家亲，只能够安慰他们。其实，在于我们活着的人来说，我们更要懂得去思考我们的一个人生。这个思考当中，能够让我们去改变。传道书第九章里面有讲到，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还要好，死了什么都没有作为了，可是活着他却有希望，他能够去转变。所以借着今天所讲阐述圣经里面所教导给我们的，让我们去思考，生活其实是残酷的。在圣经里面看到，传道书五章七节说：“人生在世，比翼患难，如同火星奔腾。”其实就是告诉我，在生活，我们不可能都是非常的顺利，我们都会遇到患难。只是说，每个人在所经历的当中都不一样。即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了，我们也不能够脱离患难。如果真的能够脱离，那信基督的人就应该不会有意外，不会有死亡，不会有生病。但是看一下我们自己。受洗归入基督之后，这些有远离我们吗？没有，还是都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在生活我们所经历的，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去忽略。传道书的作者也讲过，在传道书第章十三节，他说：“我努力的在钻研。”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是什么？就是极重的劳苦。每个人去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蛮有钱的，也有的人就是上一生比较平常的、平凡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比较贫穷的，但是我们不去思考。我们因为很有钱，我们生活就快乐，好像无忧无虑吗？不会，有钱有有钱人的烦恼跟劳苦，没有钱的也有着他的烦恼跟劳苦。所以看到人活在这个世上，不管他是有钱或没钱，其实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重要的不是有钱或者是没有钱，这个重要的是能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当然在丰盛的人生，或许有人说我都穷极一生努力的赚钱很有钱，我的生活很丰盛，也或者说我读很多的书，这个学识 很多，我的生活很丰盛。或许在俗世的生活里面，你的生活真的很丰盛，也很丰富。但是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又能够带走多少钱？我们又能够带走多少的财富呢？世上的一切，终归就在世上结束了。这个丰盛不会把我们带到另外的一个天地。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借着这样去思考，为什么刚才在读圣经的当中，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写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真的在这边就看到了，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就好像刚才说的，主看圣灵之死，
是极为宝贵，所以在主里而死的人是幸福的，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今天我们自己也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主里？我们有没有去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有没有去进入到这人类唯一的主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丰盛的人生。不会因为我们今天离开了世上，我们所作所为的就止于一切了，不是？这里说闭门纪念，因为他们习了自己的老虎，人死了什么都不能说了。可是在我们的劳苦里面，有的劳苦是为生活忙碌的一个劳苦，那也有的是为教会、为基督服事的劳苦。在这两者的劳苦当中，为生活的就习于这个世界，就不再被纪念了。可是为教会做服事的工作的，他们的果效是随着他。神是一个公义的，我们每一个人所行所做的，神都在纪念，神都在记录。我们也要随着我们所做的来做一个赏赐。所以在启示录的22章的12节就讲：“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赏。罚就是一个恩赐，罚就是一个处罚。所以我相信能够在教会认识神，教会里面服侍的，他一定得到神的一个这个果效，会随着他往神那里去。所以在生活当中虽然是残酷，但是神其实是为我们恩赐的，神为我们开了一个得到新的路。再来就是在生命当中其实是公平的，有钱没钱，或者是生活在很富裕的那些欧美国家，就是或者活在欧非洲贫穷的国家都一样，人到了最后的一个结局。传道书的第希伯来书的9章27节就讲到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因着罪的缘故，死临到了众人。那我们在世上生活，没有办法摆脱死亡，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在传道书8章8节就讲了，没有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力掌管死期。我们听见面很年轻，比我还要年轻，但是他民主更早了，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神的一个慈爱。我们人没有权力去掌管，或许我们每一个人生病了，我们都很希望我们能够延续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到100岁，当然是更好。可是事实是这样吗？其实不是。每一个人能活到几岁，并不是我们所能够去预期的。所以我说，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公平。也因为没有人能够去预期，所以我们都要懂得去谨守。我们还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是有作为的，我们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要懂得，甚至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去寻求。我们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有些人不看重生命。在世上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挫折，他就结束了生命，以为这样就一了百了了。
所以看到有些读书不顺利，就自我了断了，感情不顺利，事业不顺利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对生命不够的认识。在传道书十二章七节告诉我们，尘土仍归尘土，灵要归于赐灵的神。在祷告的时候也讲到，神造世人将生气从鼻孔吹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之身上，我们才有生命。神把灵接走了，我们就没有生命了。那接走以后，不是就这样子结束？那就里面到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的，死后且有审判。当我们看圣经启示录二十章七节以下，得胜的可以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可是那些不信的、胆怯的，然后犯罪的，对他们预备的，就是那永远的火。那我们会讲，我们都要进到天国，没有人愿意进入到地狱。可是进到天国，不是只有从嘴巴讲我要进天国，我就可以进天国，不是。我们要有行为，在这个行为的当中，首先我们就是要去寻求这一个怎能够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神爱我们世人，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相信他的就得到永生了。我们世人还很多人没有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可以去寻求。不是说我寻求到了我就也可以得救，我们要活在主里，也就是说要活在主的爱中，要活在主的道中。不是说我今天进入真耶稣教会，我也得到我受洗了，我也得到圣灵了，好像我有一个保证。这不是一个保证，这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已。我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努力来脱离这世俗所犯下的罪恶，所以我们要努力来自洁。所以在信主的人而言，我们可能有些人有软弱，我们有些人可能稍微走偏了，我们要记得回到主的爱当中。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道别式的聚会里面，其实就是去思考，我们看看别人。所以人生在世，真的有的有长，有的有短，但是这不是重要，而是要活出丰盛，要能够活出认识主，在主的道中和行。这样子，即便我们很年轻就离世了，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的家人也会很高兴，会得到安慰的，因为圣经的应许是真的，圣经的应许是实在的。愿主赐福给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尊贵归于神的名，也愿福气归于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阿门。好，我们谢谢陈正光传道，用黄武兵介绍故人烈历，我们请何忠义执事。奉主耶稣圣名介绍故人烈历。已故田惠美姐妹啊，她仍然是前故田水木传道及田佳莹传道娘所生的长女，就是田惠美姐妹啊。那她已生于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五号生的，那是同年的十月八号在望远教会受洗归入神的名下。那我们接着想说，奇怪，为什么就
生下三天三四天就受洗。我们在望门教会，不像望门教会，不像每个教会要长大成人才受洗。那我们望门教会就是婴儿生下来就可以受洗，所以他生了三天就受洗归入望门教会，以及归入在神的名下。那64年12月20号得到圣礼。那82年9月与新庄教会的邻居弟兄结婚，结婚之后神赐福给他们三个这个孩子，大的长女是陈欣，第二是儿子吉典，还有郭坤，非常感谢神赐给他们三个这个儿女。那在神的事工当中非常的很认真。几年来因为了孩子读书，就搬到台中，为了要护孩子，因为孩子在台中读高中，所以他们就到住在台中。不过他到了礼拜五他一定要回来做什么？做教会的事工。因为这个惠美姐妹她是师班的这个教师教师班的练师，所以非常的这个很认真，所以她在学习的当中也是跟着神的道理在学习，尽力侍奉神，不管是在在家里或是在教会非常的热心做事工。那也感谢神，他在这个教育界上班，就是在国小，就是国小28年在28年当中也非常的跟这个那些同仁非常的在学校非常的和乐，还有学生都是很关爱他。还有他也是很认真的去传福音，因为他在教师在地利，那地利那边呢没有我们的教会，都是外邦人。那当然他有时候跟这个小孩子的家长传福音，有时候是跟小孩子或者他的这个学生传福音，非常的这个很认真传福音。那他也是很喜爱唱诗，很喜爱唱诗都是在教会教就示范的诗颂，诗颂。就他在50岁的当中神得到神给他很多的恩典，厚厚的这个恩典在他们身上。那今年的9月9号8点35分呢，门徒遭洗了世上的劳苦，非常的感谢神。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活在世上，很有的这个很多的劳苦，但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劳苦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传道师说的，因为我们人的生命不是我们掌管的，死期也是不是我们掌管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的姐妹照着神的旨意能持文章，让他洗了世上的劳苦。那以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以下因为一节表以下下面的都有，那我们就自己过目一下。下面是这个加盟的看到的意向，我们自己在回去之后再过目一下。以上我们魏师，我们请望美教会的师班来献诗。这个师班请起立。那还没献诗之前再说明一下，那这一首主爱陪着我
因为前慧美姐妹是我们师班的这个教师班的那个老师所以她特别把这一首来拿到我们师班来，为了要这个协助临近的教会诗歌布道会的时候使用，但是她没有完全的这个教完这个离开我所以师班呢就有这一首来感念来诗那个回忆他在教我们的时候所这个经历的，那我们望教育呢用这一首阻碍陪着我来这个纪念开始。Thank you.
十班群众。好的，感谢主。主会的前面上有没有把这一首诗歌啊完整的交给我们有四班的成员？但是今天很感谢主，四班呢非常尽力让这首诗歌从内心里面来呈现，希望能够安慰我们这个所有的家属。教会代表致歉会时，我们请陈友福教务。请把遗嘱起立。真耶稣教会敬畏主，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敬畏蒙扎蒙主恩扎安息田惠美灵包的主，生命是主赏赐。世人一生的有效，不在年岁时亡，乃在因着主的恩典，得以活出生命的价值与光辉。感谢主，田惠美灵包蒙主拣选，成为神挚爱的儿女。他在世的日子爱神爱人，荣耀主，依靠神活出又真又善又美。人生此时他蒙召安息，大家都感到不舍，但他一生虔诚侍奉主，美好的仗他已打过，当保尽路他已保尽，所信的道他已守住，如今是归回乐园，安然见主，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他生命的光彩已成为圣徒的光辉，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因此，请田惠美灵包的亲人和主，不要为故人的离世忧伤过分，要因着故人相信救主，顺服真道。热心事足，蒙主恩召归回安息的美好的旨意而受安慰，我们主内的同龄，感谢神的大爱，也追思田惠美灵包所行的正道，特别祈求主耶稣基督施恩，亲自安慰亲人和遗族，也借着圣灵的带领，保守大家同走永生的道路，直到将来在天家与故人相会，并与主同住，直到永远。愿主耶稣的恩惠、真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时常与遗族同在。阿门。教会代表全有福。主后2020年9月15日，阿门。遗嘱致谢词，我还是请遗嘱起立。
所以这个心境的历程，我们都同有一个心境，先把顺风做好以后，再来把亲爱的妹妹的上市的处理。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很感谢我们提到这样两个用心付出在准备。那么想一想，对，可以说我们从小家就有贫穷，我妈妈选了一根白手起家，但是我很清楚她是我们儿时的玩伴，长大以后成为好帮手、好朋友，无论是在家庭的生活上，甚至在教会的生活上，一直都是如此。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当去的时候，我都会请他过来做见证，比如说太极山的见证，他是唯一的传闻者。每一次我听他在讲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新的经历，再一次的激励我们。一个活生生的神真的在拯救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兄弟姐妹称呼，我们都会把暂时自己吃饭或者一点这样的交谈、这样的祷告、这样的聚集。所以这几天心里真的想很多，虽然我们都知道要靠神有信心，说在别人家很简单，但是自己一早的时候会觉得总是说不得，因为过去种种在一起的几十年里面，一举一动、一笑、一哭、一闹，所种种都一直记在心里面，彼此有感动，彼此有帮助，一起走过了。在民国82年，新庄刚现堂整理完的时候，第一对婚就是我妹妹跟妹夫金立弟兄。因为父亲在79年的时候门走一遭，所以我便代理负责牵妹妹走那个礼堂。过了27年的今天，没想到就是送走他人生的一生。再坚强的人心中有点爱，真正深层的情感的时候，也都是难免会舍不得。后面十分唱的《阻碍》陪着我，原本想止住不留一滴眼泪，但是真的舍不得。在礼拜三的时候，我领会完毕，家属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妹妹安息。我把教会圣工，因为也是你们布道会，把教会圣工忙完，我才10点多的时候就离开，一直到医院去关心处理。我感谢主，这个林弟兄、三藏弟兄，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对我。我交代完了，又回去了，你们布道会。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想，人生还真是不难，甚至不住，但是感谢主的是，我们有这个神可以依靠，他是我们完全的帮助，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每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也深深的告诉自己说，妹妹的功是做完了，他劳苦也结束了，在主里面死掉的真是有福气啊！神真的亲自安慰我，在最后一次的祷告家里，我有看到异象，在妹妹身上有彩虹，然后就看到她往天上的乐园去，也看到了
蒙主恩召二十年的，他的婆婆欢迎接主他，就来到无比美好的地方，也看到了过世约三十年的父亲，所以神其实用他的爱，他的作用，安慰我们所有的在所。相信我们也愿意本着爱主的心来走这条路。在这里真的很感谢大家，有的也从新庄来，甚至还有亲家也来到一起办，有的从南势角，有的从新竹，有的甚至从花莲。那这几天有从很多地方来的教会同仁，或者是其他外面的单位和亲戚，因为今天有的也疏散，他没办法。我也看到内心的幸福也来了，还有圣堂，还有孤单的这个原理和白沙教会。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以及昨晚赶过来的茂里教会的朋友，也有新竹基督教会，这几天都有看到长子传道的弟兄姐妹的话，也是纪念大家的信仰和爱心的付出，仅代表三家遗嘱讲一些不信的话，也深深的感谢大家所有的付出，愿神祝福大家，所以很愿意借着神所赏赐的圣灵，能够将神爱浇灌充满在家属的心里面，甚至还有在座参加所有的会众，并且愿神的慈爱恩惠喜乐平安也领着大家，更愿意将一切荣耀尊贵颂赞归于天上真神，直到永远，阿门。谢谢天堂道啊，依旧紧张。谢谢天堂道刚才书面在事后上的一些让我们学习地方。唱诗，啊，你们快下几遍。我们来唱圣母诗190首，理解表的第二首，我加的。是无数。
我小弟带你做一个悟性祷告，我们感谢天上的真神，让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场的三门，一起来低头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这场的丧礼，从头至尾都非常的顺利，也借着你的仆人透过圣经的话的讲述，让我们心里得到力量，让我们家属再一次的得到安慰，更借着故人的阅历，让我们知道惠美姐妹她的一生，虽然在肉体上是短暂，但是你却早赐给她永恒的生命，也借着我们家人的致谢词，让我们感受到亲情的难以割舍。主啊，在属灵上面，惠美姐妹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家人，她的离去我们居般的不舍，但如同圣经你赐给我们的话这样子告诉我们，一人死亡，前程人被收去，是免去将来的祸患，他们安歇在自己的床上，其实是进入到平安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最后的生涯有的时候是与病魔缠斗，但是你的爱如同诗歌一样依然陪伴在他的旁边，你的爱依然陪伴在我们家属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这场的丧礼，我们不止不再悲伤，我们更看到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会思念一个有高度有长度生命的人，让我们去做一个学习，我们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像他一样，我们也在这里向你祈求，我们知道你是佩尔拉海来的主，你是照顾人的神，求神你能够照顾我们的家属，因为他有许多的家人，他有小孩子，他有先生，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在这些事情忙碌之后，他们要孤独的去面对，但我们相信你赐给他们安慰，你更会带领他们，你成为他们生命的牧者，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求主耶稣，你能够带领他们，也带领今天所有来参加这场丧礼的会众，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付出，愿神你能够纪念。他们所做的功，就像惠美姐妹一样，都记在你的账上。主啊，我们在丧礼结束的时候，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你能够垂听，愿将一切的尊贵、权柄、荣耀、圣赞，都归于你的圣灵，将平安、福气，从圣灵来的安慰，赐给在座的会众。我们如此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